岁末年终呢，台北市万华区挂包集、廖荣集，下个月将要举办第19次的街友尾牙宴了。昨天他宣布呢，明年元月的29号小年夜到2月1号大年初二，总共有4天的时间，在桂林路底的堤外河滨公园，预计会砸下500万元办1000桌，桌数呢再创上新高。而每天上午的10点钟，还有下午的3点钟各有一场，各提供125桌，那么提供给街友免费来用餐。